好，现在弟弟跟姐姐要开箱这个托米卡的巧克力吃啊。那我要哪一种？你自己选啊。啊？我选这个。我看一下哦，这个是。我在平板有看过《鬼面之刃》车。好、啊。这个是什么车？我也看不清楚。这个没有。啊、哦，好，这个是火车，啊、哦，货车巧克力，这个是小汽车，对，啊、小汽车巧克力，好，弟弟你要选哪个吃啊？这个没有开口，好，那你快打开来吃，这个三角形没开口，好，这个，好，那你打开吧，姐姐你帮弟弟打开好了，姐姐很会打开，好，弟弟自己打开好了，弟弟加油，托米卡巧克力，打开了，姐姐你要开人。我的手很油。哦，油人。我看。好，拿出来吃。你给它弹出来吃看看。如果好吃，我帮你吃；不好吃的话，那你自己吃。表面那个布打开，就是会有更多的那个。哦，真的好多，这一个不知道多少钱哎。看。这个应该要10块钱哦。怎样？嗯、这个小叶小巧克力好吃吗？卖掉一个爸爸就可以买一个了。嗯，这个看起来。这有三个爸爸的钱。这台不知道是什么车哎、欸，看不出来。这个是弟弟知道，这个是什么车？如果你要的话，再吃也。这是消防车啦、啊，有水管。哦，消防车，好。弟弟，你吃了吗？嗯。好，垃圾给我。超好吃的。超好吃的、哦。这可以放沙拉。这边有点，这是坚果，应该是什么米之类的吧，米果吧。我第一次看过它，我第一次。看过托米卡的巧克力啊，巧克力，你怎么能吃？好、啊，你快吃吧。姐姐说超好吃，那你觉得嘞？超级无敌好吃。好吧，那这些全部都是我的了，我拿走了。是大坏蛋。我拿走了。小